这边来到了潮州，这是潮州的一个也是步行街，叫牌坊街附近，两边都是各种店铺。牌坊街顾名思义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那古老的那个牌坊吧。每一个牌坊有它的独特的代表意义，应该是上面写的字意思应该都不一样。现如今也是粉刷过了，修缮过之后，下面呢两树路的两边呢成为一些店铺，开门营业呗。这边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是以经商为主，商业贸易为唯一的一个生活目标。不像中国的北方，有时候还讲究一些什么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，这边对这些东西好像非常非常的清淡。大理寺坪，这也是一个古老的一个牌坊的一个题字。它可能是每隔几步，每隔一段就有一个牌坊，它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。前面还有一座。哇，这一眼望去，这牌楼好像有点数不清了，太多了。这一座就比较厉害了，很明显它的装饰豪华度就比一般的强，这是榜眼。